远古时期，连接异世界和人类大陆的位面之门被打开，一魔趁机闯入，危害人间。人类中出现一位绝世强者，云浮。浮在观天地之地，将一魔封印。浮在救死现实。我要去一趟人间。你想下凡？也许有一个人能给我答案。喂，是人还是鬼啊？在下不过是个放路的散仙。你是神仙？我就知道还能再见到你。你想吧，勿让心魔有机可乘，否则坠入魔道，万劫不复。我刚才你救了我，恨不得把我自己也救了。你可若随我去洞庭湖走，我陪你去。绝不会转，一同经历过的万千时光，不及你与他初见的模样。你为了他，当真连命都不要了？你把我死，那就把活一辈子吧。为你闯出的前方，贯穿世界的向往，这弱小的自己，藏匿磨砂，可所有你说的话，全部都。我没有办法，他一入了心里。你听得到吗？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出来啊！我就知道还能再见到你。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我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可以重复何乐？我知道，现在对我来说，去天边的路，你便是最重要的。我一步步的走，你可愿意等我？虽说慢一些，好，都等着你，但总能走到他的身边。你的手抓走我这整个胸膛。本座逆天复生，就应当顺应天命。关心我，有那么难一起生吗？那我生要死吗？我们就来生再见。一般的梦想未悔还，许三生愿定的千万羁绊，这条殊途。我在等你。